又被送上来，他不会不见啊？啊不回。要不要加青金石？加青金石有用吗？你是幸运吗？对啊，有用吗 ？FAN 好像有吃诶、欸，真的假的？试试看吧。你说这个哦，罡风夜膳，罡夜膳哦，海陆大餐，你要我做这个是不是？这有事吗？好，我之后再做这个，感谢 FAN， 好，跟我同姓。音乐，嗨，来帮来教我，教你什么？来来。来，我过去，等我，等一下。哦，以为有哦。因为我去你家拿钥匙哦。来，拿你自己喝。来。给你东西，坐。坐，你没有给我，你没有给我虚空漏斗。啊，我去做。你还少导管跟这个。导管在箱子里，箱子旁边。哪一个？这哪一个？这边的箱子，我导管那些放这里。这里吗？有点卡。听到了。感觉上有。有一点点。嗯。你有没有过滤器啊？坐。好，不错。你要放在哪里？等一下哦，附近吧。那我放在你挂网的旁边哦。哪里旁边？就你挂网的那个门旁边。还是头上啊？Waiting for server。这里吧。对啊。先放这边吧，暂时。好。那你的箱子。还要什么材料跟我说？看你要不要让它快一点。如果要快一点的话，就要速度升级，然后还有一个堆叠升级。堆叠升级一个就好了，速度升级可能要八个。虚空漏斗有了吗？还没。好。我会不会过载啊？我好多好像都在用到加速升级。那就先做做看吧，反正不会有什么爆炸之类的，顶多飞不起来嘛。要再加一个中间珍珠。哦，那个什么升级那个，我之后再加就好了。先帮我做出那个来。好，那过滤器要先有。好，过滤器。对啊，我那个好陌生哦。线跟木棒，这样交叉。我记得是线跟木棒而已。等一下，僵尸走开、啊！我武器放在包包里面，你没被铲子打过是吗？哎、欸，还有什么？我忘记了。虚空漏斗还有什么？虚空漏斗。哦，黑曜石，想起来啦，过载有精华了，如新套材没有啦，这不会过载，过载顶多我飞不起来啊。我飞不起来就知道是过载了。刚过滤器需要红石线跟木棒。红石放四个角，木棒放十字，线放中间。虚空漏斗。放这箱子后面。空漏斗放这里。然后。你说线几条？线一条。哎。然后红石四个，木棒四个。好。没红反了。Google 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你想不想查而已。好了，漏斗要放什么？
啊？过滤器要放什么？要过滤黑曜石，不，地狱石。过滤地狱石，然后放到里面去。放进去。然后这里最好加一个堆叠升级，这样他一次拿的地狱石才会一整组的拿上去。好。先去洗澡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嗯，欸，对耶，我放的算我的 GP 耶，对耶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来了。好，怎么放？你就照照这样子拆掉，重新放回去就就行了吧？然后我再帮你设定就好了。还我。这样，这样，嗯，然后键，把东西放里面，然后右键，这样子 ，OK。第一个是放方块，你现在这个是放方块吗 ？Play 什么 block？ 对，这个是放方块，把方块放上去。嗯，啊，下一个嘞，这个是破坏方块。哈？等一下哦。拍谁？一开始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使用道具啊。使用道具，那这个嘞？伤害。这是伤害的敌对物品，敌对啊。光不在。好，那这个是放方块。哎。那这个嘞？破坏方块。使用道具在这个方块上面。哦，使用道具这个。啊，这个嘞？火方块。不知道，激活方块什么意思？好吧，记这个。嗯，好，再四个加速升级是不是？我是看你箱子有四个，我先拿过来把它塞进去，各两个。嗯，所以四个会比较好。四个速度是最快啊。好。然后你堆叠升级要先处理。嗯，我要用了金根。第一个是一般点击，好哦。一般点一个是一般点击，要点什么？啊，一般点击有什么用啊，观众？嗯，有人摔死了。小柯，哇，要去关心他一下。这怎么了？哦，活物是 Botania 的东西哦。对啊，对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哦，堆叠升级放下面这个抽取的装置。好，我放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加速了。接下来就是上面的两个使用者，如果你都把它升级到四的话，就很快了。不，我没有小雨家，你们有吗？什么叫使用者升级到四？你来我家，我家也有那个，我跟雨月家都有了。它的速度升级啊。哎、欸。你已经升级到四啊，这样就已经很快啦。嗯，有。对啊，你今天就是挂着让他收集了。对啊。好诶，感谢感谢。感谢你说哪里？看地上哦。看地上的花哦。这边。看地上的花哦。哦。我刚刚就在研究这个，努力帮我找合成表哦，感谢。啊，这东西是怎么变？就左键啊，旁边放方块啊。你再不看我的精华、啊，告示牌，再不看我影片啊，放，一直放，放，白色告示牌什么？再放啊！没有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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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能围着它。你再不看我的影片啊，难过，就是要剪出来给你们这些不会的人看的。结果你啊，你都不看，还。抽取器木瓜应该不在哦。对，这个也是要 GP 是不是啊？对，要啊。可是我现在 GP 够啊，我现在看我 GP 还够啊。我现在有101，先消耗到339。没关系啊，这个就给繁星，还没有消耗很多，还好了。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你用到我的哪一个？这个啊，抽取器啊。嘿，因为我刚刚是我放的、啊，你没有拆掉吗？哦，哪一个？就那一个红色的吗？箱子旁边，箱子旁边红色的，对。
好，我用啊。别人直播结束，不用来跟我讲啊，干嘛跟我讲？哦，抽取器嘞，被吸进去了吧？啊，被送了、欸、没有啊？都没有啊？那、啊、你抽取器嘞？好了，啊，有了，嗯，有了，开始有碎片了，嗯。大家要开始量产了。我主要也是要练稿子啊，因为稿子好难练哦。所以这样子就会练很快啊。对啊，嗯、啊只是锤子要怎么练啊？我想不到。锤子。把它扩大吧。我刚刚有想说要把它扩大，不过想到他说他这样子放上去的范围可能就不知道哎、欸。要不要试着放把他稿子换成锤子试看看啦、啊？哇！我是怕他把旁边敲掉了，我就是怕啊，他一定敲得掉啊。对啊，就是怕会敲掉啊。没关系，就先放看看嘛，那敲掉东西都在旁边啦、啊。真的被敲掉啊？那把它放宽高一格嘞？或是可以放木材类的？有没有？让它敲不掉哦，对吧、啊？嗯，也是可以啊。可是你仪器一定会被敲掉啊！哎哎哎，你东西方块给我。哦，你放对面呢、欸？对面不就好了？不是，对面一样。他只会敲前面那一格吗？锤子不是三乘三吗？三乘三不是面向的那个？你说反过来吗？就是跟他面对面这样放。对啊，面对面啊，面对面放，他放对面。也是个方式，我觉得可以诶，试看看。来啊，哎、欸，东西在你身上不是吗？嗯，没有在我身上。我也没有吸到啊，我这里只有箱子而已。还有什么？我的使用者不见了。我这里没有，我这里没有使用者啊。你会不会是环球旅行者？哦，我靠！好像还真的是哎、欸，你怎么在这里呀、啊？直接回家了。要怎么试？面对面。面对面就是它箱子上面这一格你也放使用者，然后变成箱子上面那一格来放方块。箱子上面放方块。然后箱子一个位置嘛，箱子一个位置。好，然后你把箱子放这，现在这一个，哪一个？这个，嗯，这个，然后漏斗放上面，漏斗不要放，放这里，放这边，放这边，下面吗？这一边，对，放这边，这样 ，shift， 哎，好，宝贝，然后你没有被铲子打过是吗？铲子敲死你，敲死你，敲死你，敲爆你，敲死你，好了。然后这个东西放箱子上面啊，被驱动吸走了。箱子上面吗？还是后面？上面应该就可以了。哎，这样可以开 好。然后管子接上去，接下来把滤网放上去，哎，然后鹅卵黑地狱石放进去，在里面啦。它还是倒了吗？它里面啦。那你就把锤子放上去啦，锤子放上去，好，然后对面开始摆方块，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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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嗯，练锤子咯，丝绸之处能用玻璃的话，会练得比较快。丝绸之处用玻璃哦，哎、欸，好像不能放头上，头上吸不太到、欸，哎，它会吸下来吧？没有，它刚一直在头上，你看，还是把虚空漏斗换到上面的位置啊，哦、因为它通常挖下来都会弹往上弹嘛。啊，先听一下，我的锤要爆，这么快就要爆了？
它效率这么高。空骆驼啊，改前面嘞。不能改这里啊，这里在它三乘三范围里面啦、啊。要开学可能不太常能跟台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有空再来就好了。嗯，台一直都在的。嗯，除非我们就真的不做了。对。嗯，啊，对，我要去做装备了啦。那这样应该 OK 的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所以你们现在都是用活木先做，然后练高等之后再换吗？能这样子、啊？对啊，了解。管你枪怎样？不要用啊！请问练工具有什么用？你练越高，你附魔的东西越多啊。嗯，不对，我要先去升级我的稿子。稿子有四个升级槽，如果把它升级成加速的话，红石。嗯，这样吗？是这样哦，有了，是五六七八，好，不是这个，嗯，管他开不开学，照跟，好哦，也行，行啦，课业你课业支撑的撑得住就行。